请大家带着愉快的心情跟身体享受这一趟过年过节三点零四人将一起出发，沿路边走边玩到金瓜石民宿，我们的家。金瓜石啊，围炉吃年夜饭，要到金瓜石，然后是四个人，那到一二三，那这一个人是谁？而且刚好有个空位在这里。对，不对？哎，我知道他们那时候有在问我说，我可以许愿谁来？哦，你就那个哦，才子，不是啦，不是啦，我最近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帅的，对，刚也许光汉，许光汉，他是演员，他最近很红了，很帅，许光汉来就好了，你说许光汉还是对啊，许光汉，那我们什么都往那里想，如果我们两个男的再来一个女的，这不二对二。 对不对？到底想来一个女生？我们也要替自己想嘛。对啊，他们不是粉丝，对不对？每一年的嘛，有一些辣妹来。好像去年也在上优雅，身上优雅。I'm not average.
完全冷静下来，。我好爱看哦，我有一年看，我觉得好精彩，就是有吹吹小屋嘛。不要讲那个啦，是什么节目啦？对啦，不是啦，山上真的优雅有来吗？有，山上优雅本人真的吗？都来，今年呢？对，然后还有那个帐篷，你也有黄露。但是大热门永远都会给我们 surprise。这一趟我们就欧弟带我们吧，好吧，好吧，我也把重机骑出来，咱们就直接两步，好吧？没有看过你的重机耶。然后两哎呦，有很厉害，我就扮演郭富城 ，OK， 好吧？我们的机车广告啊 ，OK， 我们就来。那要一杯水。我们那个洗衣机可以正式出发了。好，行，非常好。我带大家去北海岸最美公路陈燕婷。有你带路就真的太棒。来，咱们再倒一点。就是那个瑞芳的山上，对，这边的那个阴阳海，天色越来越暗。哇，哎，这个温度也不是开玩笑，重点是风一直在刮，一直在吹。哦，好冷哦，头好冷。好冷哦。抱歉，再没有。可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好像难民一样。为什么我要带你们来那么冷的地方啊？好冷哦。所以你看啊，这种装备就是这一穿完全好温暖哦。真的，这个对啊，完全不透气。这是你年轻的时候买的吗？哇，拍照那个啊，刚刚才买的，大概有20年了。你年轻的时候好瘦，因为它是一种就复古风，复古的哦，二手对。啊，你鼻子怎么黑黑的？
整个黑的，我可能也黑的啦。不是啦，没有啊，空气很脏的。对。好好笑哦。对，真的很黑的。而且很黑，为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要带你们来这里？大过年的。哎，你好像在过年。我好像过年啊，你看你这里。啊，这里。来，这里哦。哦，还好，这种平常有在运动，真的，就健康可以。这里呢，就叫露头。露头？什么露头？露头。对，就是金瓜石第一个发现矿产的地方。哦。哎，真的，2020我们就来这里镀金哎。耶。好哎。镀起来。小露头。所以也祝所有收看我们综艺大热门的观众朋友金玉满堂。没错。哇，你们真的很辛苦哎。哇塞，这是什么？画画。哇，哎，太可惜。喝一杯热茶。来，这边喝一下热茶。哎呦，很冷对。哦，九份最有名的。哎呦，叫藕一香汤啊。藕一特。哇，你们真的很辛苦。停下。哎呦，这烧的呢。哎呦，我们这里还有卤啊，做的很好吃，好像烂泥。所以说好。哎，烧的呢。烧酱汤啊。可以了。因为温度太低了，我鼻水都流出来了。好像烂泥，这咖啡，这嘛烧的，这来得很烧的啊。我操！哎，你知道吗？这个藕衣，这个藕衣啊，这个碗是烫的，然后一离开水面就变硬了。藕衣，我为什么要带你们来这么冷的地方吃藕衣？我们有下金鱼线就好了。哎，因为这么高的地方他不送了。哦，下次不要再录了。哎，很奇怪的是他脚会夹紧，好害羞。我夹好紧。没有，那个是自然反应。没有，那个速度感出来的时候，确实。你看，哎，我抱线，你看抱了多紧。对啊，对啊。没有，你前面很帅，超帅。然后他从后面看了，就是一只狗。但是哦，我跟你讲，那个车手到现在第一次骑这么远，看到。我回来之后，你们有点神经病的感觉。看你们正常，对。And I felt within that moment that my life had just begun. Candy Cross is coming to town. 哎呦，真的到了那个呢。Hot Door Night， 是的。好可爱哦。真的哦，哎，真的很温馨哎，真的有家了。我们的家，而且我们今年真的是团圆呢。欧弟哥回来就团圆了。哦，就这一个啦，啊，就是这里。好 Q 哦，哎，好 Q 哦。七夕之地，来了，哦，来了，哦，我们的家1870。哎呦，好可爱哦。
哎，我有闻到今天白鲳鱼的味道，哎，好香哦，哇，好香啊，白鲳鱼的味道，还有食物的味道，哎，真的有回家的感觉。边都有这个房号，不要太敏感好不好？你这个人奇怪，不要太敏感。哪里都有这个。哎，你知道，连我爸妈出去玩，他们刚好被也抽到207的房间。那他们有很兴奋吗？他们有拍照给我。哎，那我们晚餐是要在这里吃还是在那里吃？哦，这里有摄影机。哎，到处都有，哎，到处都有我们哎，在这边吃晚餐，感觉气氛很棒。哎，这里有我们哎，这里有我们哎，好 cute， 好浪漫哦，好 cute 哦。我刚好看到三把钥匙。哎，可是我们有四个人呢，要又要抽钥匙啊！啊，这里有任务卡哎，还在玩。好，哎，来抽一下，随便随便。任务卡二终于出现了，哎呦！好，大热门过年公寓任务卡二来了。什么任务？睡友分配，请露露至207号房那间等待今晚的睡友。两人一间房间，请三位男性抽钥匙决定命运。抽钥匙可打可打开207房门者，房门的今晚需与露露共用房间。所以这样要让分开。可在房间内进行休息、玩耍、泡澡等自由活动。我那么久没露营了，我一直期待出来的露营是这样玩很大那样子，让有很多那种熟的或不熟的这样子。我没想到会是这样子那种感觉。就是你们的选择，就是只有跟我小小恋爱。没有没有，就我们就是命运的。等我们三个男生冲鬼牌的。不是这样。不是，我们都相处这么久。他都跟他接杀机就丢了啦。对。哦，露露，你要先去吗？哦，我要先进去等。他在里面等啊。对啊，你去等吧。不是，别，我后面进去等着。我们就走了。我们把它锁起来，我们就成功了。耶！任务成功。起飞！我听到摩托车呼啸，比早上还要快速，而且油门吹进。残余夜顿好。对对对。有好来，你起来，你看你来这哈。去了。那你先放洗澡水。不是，你们要不是哎。泡缸。我没有比较开心哎，对不对？对不对？好了好了。啊。不是，这就好。这个哎，这怎么办呢？这到底是什么？好可爱啊！好可爱的房间啊！哇，太可爱了吧！哇，很漂亮哎。好漂亮哦！哇，哎，这个洗澡不是这个，哎，这个房间这样洗澡完全是会被看到的，哦，好变态哦！哎，这房间超级漂亮的。好，但你不漂亮啊！太直接吗？会太直接吗？太过分了！找到这样都不来，来，我让你们先选，不好吧？我喜欢的颜色就是蓝色，蓝色啊，挑走啊，蓝色去吧。但是蓝色是忧郁哦。蓝色忧郁。那我粉红好了啦。好啊 ，pink。哎，这个蛮刺激的，你知道？那我。小黄，这样太刺激了。哎，谁要先开了？谁要先开？好，我一定没那么倒霉的啦。谢哥先开了，老大先开，老大先开。我先啊。谢哥要开门。露露，要插进去喽。什么？谢哥，你放心，不会是你的。因为，哎耶！没亏没。不要。我要验验一下，验验验验一下。他的没亏，他那个没亏，这样没亏。没啦，这样。看见，你知道吗？这是命运的安排。真命运啊！因为你挑了蓝色，蓝色是忧郁。对，而且蓝色的英文叫 blue， 你不入地狱。我知道了。好，那剩两个，来，那怎么样？我开吗？好，我来，我来。开始真的会紧张。露露，哎，露露，啊，我要。等一下，我要开喽！开啊！
哎，我差点哦，来哦，但是我现在不敢转，转，一转，我转不开，我转不开，真的真的，我转不开，怎么可能？那么白痴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我是蓝色，你刚太用力掉了啦，掉了啦。蓝色啊，你再看一次。我是蓝色，我是蓝色。蓝色，怎么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等一下，哎，对啊，转转转，哎。你刚用力转不开，你要用力转。怎么掉了一颗？不知道哎，你要不要偷偷这样，偷偷看。到底是什么？等一下，等一下，哎。我没有，我没有，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你刚刚不是搞不开吗？这是命运的安排。来来，两位，哎呦，怎么了？我们就看一下房间了。里面真的很可爱，你们参观一下啦。房间真的很可爱，哎，事不宜迟，可以啦。来休息，再见。不是啦，你们不是要自己来看吗？我们还好，你们一起，不是，你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一起来看一下。来来来，哇，好可爱。这很用心，这太用心了吧？浪漫哦！等一下，哎，好浪漫哦！早就准备好了。哎，有没有对彼此有过心动的感觉？哇！不行了，不行了！住住，杰哥，品味品味，年轻人血气方刚啊！第一把人给狠狠揍了一顿，是吗？没有，他来买碟，我来。走，去哪？2078，谁呀？营业，来来来，来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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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呱呱呱，这里天气怎么还看到了？结束再看，先这样，先这样，结束再看，结束再看。哎，这里有新的大礼包哎。好。哎，等一下。干嘛？等一下。扑克牌了，你们放在干嘛？你们来，哎，交铁珠啦，还放铁珠，铁珠，铁珠，哎，不是啦，铁珠会看的，真的啦，铁珠，铁珠，早点报名，啊，你们在干嘛？来来来来，签个签个签个，啊，我来看，哎，你们真的很白痴，很疯哎，太夸张了，你们在干嘛？然后你还摆那三支钥匙在那边抽，要干嘛？不是过年的，不点照对不对？好想看安点穿起来，对呀，你们怎么叫我？没有，我的身材可以。哎，里面什么？哦，这那个红白小卡，红白小卡。好了，这任务卡那个，哎，打扰他们了。等一下，任务卡在里面。不是说什么要采摘玉米，小年夜工作分配。宪哥欧弟负责料理年夜饭。哎，我们啊，点炉邀请朋友前来共度今晚的赌城之夜。哎呦，赌城啊！重点来了，较少朋友来者，徐展每次到热门约场，帮对方按捏金角。好好做饭做饭。我的正妹朋友很多，是啊，你们可以放心一下，可以，拜托了啊，交给我们了。这一趟就主要就担任我们的妹妹头，可以妹妹。那宪哥，那我们那边有6个，我们分一半。你真的要帮我关注一下有没有适合我的？你要哪一类型？我帮你扫描一下。低还是行，长头发的哦，眼睛大小那些，大概比较年轻的就可以了。怎么会那么那么运动型？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体力就是异于常人，对，体力都那么这么多年都没变过。你今晚啊，你的压力有点大啊。没问题。啊，真的让你们开心，不会让你失望。Yes， 我们今天的过年3:0就是大热门午夜场，不会让你失望。走。那个也要顾一下女性观众朋友，要找一些帅哥来，好不好？那当然啦，要帅哥。这也是我个人的福利。好了，好 ，OK。我们先忙一下，对的，你先弄一下朋友，弄一下，绕一下来。你绕一下，我们是楼下的，这里啊。
哇，哎，但在这里看书也是不错。哇，好可爱哦！啊，一路发发，嘿，幸运女神，可以，哎，哦，可以哦，哎，可以，哎，哎，里面还有，哇，哎呦，哦，哎，哦。哇，很怪哈，你看一进来就要放到这写书法的地方，哇，好有气质，哇，这浴室，这样蛮漂亮的，哇，这个书房很棒，泡茶，对，玩牌在这里，对对对，这个桌子有意思，那你要写书法啊，写书法。煮饭饭，煮饭饭，好厉害！煮饭饭，煮饭饭，呜，好，我的水滚。你是要做什么菜？我要做咖喱饭。咖喱饭，对我最拿手的就是咖喱饭。哦，咖喱饭，咖喱饭，只要我说我煮的，连印度人都不敢吭声。真的吗？因为他听不懂中文。我很爱吃咖喱，我每天都要吃咖喱。我老婆都吓到了，怎么嫁给一个每天在吃咖喱？这么爱吃咖喱，好爱吃咖喱哦！会不会你的上辈子是印度的？有可能呢。Namaste，Namaste，My Auntie，How are you？ 我问你，为什么我们现在这里？对啊，我们今天到底在干嘛的？不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就莫名其妙被带来这里，然后我们就坐在一个浴缸里面。然后现在就告诉我们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在这边打印，在这边弄人。Okay.民宿那么大，为什么在一个浴缸里面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它这个民宿有三层楼，而且这个地方不算近，我们刚刚走了一段路，然后来到这里，然后说进来这边，然后要打在这边打电话，是可能是比较有气氛，对，比较气氛。好的，那我可以先来邀请你朋友，你有直接带个浴缸好吗？不可能，因为他的朋友大腿拱的浴缸，没有，绝对不为你们要，好不好？我先打 ，OK？ 你会完成我的愿望吗？我跟你讲。Surprise you， 真的吗？绝对 surprise。OK， 我先打。喂，喂，那个你不要，哎，不要再闹了。这个还好。喂，听得到吗？到。Hello， 我是那个，我是那个轩瑞的朋友了。我是轩瑞的朋友。你好，我是汉典。对对对，你好，哎。因为现在你是一个惊喜，你是一个 surprise， 因为我们今天想要邀请你来，我们大热门的过年公寓，对，然后这边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他想要跟你聊聊天，好不好？他想跟你聊天，你等一下，来哦，来，立来。你今天真的会来吗？你今天这样讲蛮好看的。趁乱告白啊！我其实都投出去你的 IG 按赞。对，因为露露哈，她的状况是这样啊，她最近对你，她最近对你有在起色心了。我自己。因为我很喜欢看你，我喜欢看你的戏。她欣赏你啦，欣赏你。然后你在《阳光普照》里面也太好了。然后很多，你就是最佳演员，阳光男孩。对，对。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你要再演下一部戏的话，我希望你可以跟导演提名一下，说女主角就是以你是男主角的话，就是你如果有这个机会，就是我也可以演一下。哦，好，我会去跟那个。中岛建议一下，对不对？没关系，尽量避免。我来，厉害了，要下锅了，注意哦。哦，这个搞得我也有点紧张了。来，起楼梯啊，可以吗？会喷吧？会爆喷。没有我先大一点，因为它有果粉。哦，所以没有那么激烈。碎。碎，味道对了，味道可以吗？可以吗？对的，状态是好的吗？状态很好，太好了。发现一颗小橘子，决定让我的沙茶牛肉要有点清爽的感觉，所以我要加一点橘皮在里面。哇，那是什么？橘，小橘子，沙茶酱，对。
果我们竟然共同使用了沙茶酱啊，你也用了吗？你要做沙茶火锅啊？啊，你要做沙茶沙锅火锅吗？头啊！砂锅不是那个砂锅吗？砂锅啊，砂锅，但里面沙茶火锅里面也会放。哎，那 OK， 那 OK。然后我用的牛肉，我要用那个安格斯的牛。那算什么？我跟你讲，今天煎这个牛排是美孚十级的。哎呦，感谢我们美孚十级提供的美国级黑和牛沙朗牛排。这个平台就是在美孚十级吃得到。我就常去了哈，是。然后呢，这一块牛排的就得哈，哦，我讲纯正日本和牛，跟美国安格斯混在一起的混种，混种哦，你是说日美混血？对对对对。然后它那个味道，哇，真的是很棒，香气浓郁，用奶油刀就直接就可以吃了，真假的？不用它刀切的，奶油刀，奶油刀试一下，等一下就给他们吃这个，太棒了。好，那你觉得你对我的印象是什么？可爱啊。真的吗？很可爱，个性、啊，那应该也是蛮善良的吧，对不对？啊？善良，然后要善良，有一种独树一格的可爱啊，对啊，真是好的，对，独树一格，你应该听得懂意思吧？独树一格的可爱，真是好的，而且他独爱你，所以独树一格的可爱。许光汉，那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再打给你了。不要这样。我希望你等一下就是可以就是自动的在就是你有发了我吧？有。好，那你等一下你有我看到那个阳光普照那一篇，我按赞，我按赞。哎，他有，哎有，有按赞，真有按赞。对，那如果你可以的话，私讯我你个人的电话。那个，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就因为我现在房间准备好了，嗯，所以有没有空就是来跟我？对，因为他现在房间缺一个那个睡垫。啊？什么？有一点点。啊，我知道他故意装收讯不良。你是不是故意装收讯不良？对，然后那个 WiFi 满格吗？啊，可恶！喜欢。可恶！你干嘛要出来？开玩笑，我刚刚那个频道，你刚刚说什么？我说你今天晚上有，该不会就是这么有空，就是可以来跟我们就是度过一个开心的晚上？邀约我一定到哦，这个录影凭证哦。好哦，对不对？应该。小姐，妈妈会来结账。哎，许光那个许光，许光啊，我真的是可以。哦，哎，这个是。哦，这个这肉片是很棒的。哎，那是我的那个炒沙茶。哦，是啊，是啊。哦，你是沙茶牛肉炸。对对，哦，炒沙茶牛肉。所以你刚差点把我的料用掉，对。对，没有，还好，我只是要几根而已。OK， 那你拿去啊。没有，这里有。奶油炒洋葱，炒至软烂，再把刚才蒸的东西再拿去炒。哎，真的煮饭真的不容易。对啊。这个肉的香味香气出来，安格斯的香味。嗯。董静，哎，有了，来一根。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视讯呢？对嘛？我们等一下会煎那个美孚牛排耶。对啊。要不要来？来一下。美孚牛排。哎，湿了！我们刚刚把手机泡在上面，然后整个都喷水。对的，海哥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起泡澡？不要，我都很想去看节目玩。是，一定要来一下。对啊，你不能过来哦。录影的。好，拜拜。好了，拜拜，那先这样了，拜拜。没，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人要邀请呢、啊，谢谢大哥，好不好？是随便邀请的，不对，对。他讲了。而且才哥，我告诉你，才哥，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试试的时候不要拿低角度，这样不叫好。对，因为我一直吓一跳，这样。哎，这样好。哎，对，很好看。好了，才哥，那我们要继续邀请了，来下一个人了。好，谢谢才哥。爱你哦，爱你。
想再试试。哦，腰熟了，厉害，厉害的，哦，好香，可怕，哦，就两个人煮的东西都是咖啡色的，那也 OK 啊，就都是咖啡色，一桌盛上去都是咖啡色。可见都有印度血统。哎，滚啊！滚啊！滚啊！滚滚滚滚滚滚滚！腰很瘦了。哦，哦，可以的，哇，可以的啊，可以的，可以的。健康点，谢谢谢谢。没没不用洗，不用洗。可以可以可以的可以的。所以我们两个都进入炖的阶段。对对对，如果我不炒沙茶的话，我可以炒。哎，这样泡得到它吗？可以，它因为它底下菜等一下会软掉哦。但你的料菜已经丰富了，是不是？好。哎呦，哇，怎么样？很累是不是？没有啦，油个屁呀！哎，精神好得很。我们要在那个认真仔细看一下外面的这些摆设，丁化丁化胡达华丁化工作室，希望可以见到胡老师，很厉害。然后你看，像哎，我小房子，我很喜欢小房子。天，这里还有那个哎，油灯哎，油灯，嗯，谢谢小房子装可爱手作村。还有要谢谢 H U E 灰干燥花艺设计。哎，我觉得有他们差很多哎，嗯，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氛围又更出来了。而且在这边就是我觉得生活很重要，所以要感谢享生活。对，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夏绿蒂布置道具出租，还有 Green Pandora， 嗯，还有二分之一 Photo 美学布置，感谢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那么可爱的房子。对啊，弄得很像家一样。对，我们再下去看一下。再看一看哦。是是是。哎，信哥，你那个煮的那一锅水好嘞。对，大爷那个还有用吗？给你。好，我要把咖喱移过去。对对，我用蒸的。对对，我用蒸的就很快了，对不对啊？都来的呀。哎呀，我把整锅汤拿去蒸。哇，成功嘞！你看这个水。哎，拿来。好，丢丢丢，这个肯定就很快了嘛。好，完成，完成。赶年赶小年夜了，赶年夜小年夜，对，好，围炉围炉，心里面有太多要感激的，真的感恩，对啊，能够这样很平安，然后很健康，都是可以感谢，大家都好开心，那谢谢你们平常对冰果的爱护，当然当然，这一锅。什么？什么？今天在小年夜不吃啦，不吃啦，不吃啦，没啦，吃饭的嘛，掉不掉？牺牲这个咖喱饭，来，先开咖喱饭。好，我们是一定要来一点 curry 啦，对，不要，就大家都三分之一碗就可以了。俗语说得好，嗯， curry outside， 哎呦，好，好香的颜色，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人一碗一碗。今天除了这，我们自己做了一碗。和风中国菜，哇，厉害了！现在在内湖捷运站那边开了一家，想做内湖捷运站，真的可以，大家可以去那里吃一下。真的，你那么澎湃的，哇啦哇啦！哦，这个就和风的啦。哦，啊，哎，烧茄子，我烧起来了，爱的啦。来来，赶快赶快，先我花给你。好了好了，嗯。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好好吃啊！哇，来来来，好走走走走走走。哦，露露是饭多吗？嗯，饭多。还有我这个茄子。哇，哇啦！因为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就一直各位观众，嗯，我亲自做的砂锅鱼头，可怕了。来，一二三。哇，厉害了！你刚刚煎的，厉害了，对，很厉害。哎，这样，哎，好吃，好吃，真的会夸张吗？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吃东西哦，表情就太夸张了，怎么可能会？太好吃了啦！哇，还没有咬，还没有咬，你会太快，我晕。
我的咖喱饭出名的哦。哎，再帮我加一点那个咖喱汁，好不好？对呀。干嘛了？露露，你怎么了？露露，你起来乱了。哎，你不要急嘛。你怎么了？哎，那你们不是说我同流的？哎，啊对呢，有哎，我们刚刚很努力的打。打很多通，很多通啊。然后呢，他们好像已经陆陆续续在来的路上了。对，健哥煎的牛排，牛排。哦，那个是我最期待的。真的啊，看你这个盐哦，最薄，对，我跟你说，一点点就好。对对对。哇哇哇！感恩，真的是感恩，谢谢健哥。我这一次真的煎很少，谢谢。不，那个，那沾很少。哇。Amazing！ 每一天。Oh my god！ 不可能吧？疯掉了，疯掉了。哦，我，嗯，好了，松露盐，哇，哦，欧了欧了，十块了，能跟你们一起工作，是我最大的福气，真的，还可以吃到你们做的饭，真的，而且他们也辛苦了一整年，对不对？忍受你在旁边，而且我们算是一家人，大家都很，哎，有人敲门嘞，哎哎，离开，开门吗？我们开门，请你离开，哎，请离开，请离开。自由那哎，他就是我的朋友，哎，他就是我的，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对，那个他老公的儿子是我徒弟，我老公儿子是我的，对，你儿他儿子是我徒弟，他老公的儿子啊，对对对，也当小偷啊？没有啦，不是不是，我干这个，不是你的徒弟，哦，这你生的啊，他生的啦，是我生的，是我生的，你放心吧。自由的，来自由，吃吃小妈健哥煎的牛排，哇，一来就刚刚好，而且这也是健哥做的，真的 amazing， 这一锅，哎，我们你等一下吃的，你这来的真是时候哎，嗯，真的吗？自由来的真是时候，厉害厉害厉害，哦。啊，你自己还要接？哎，讲真心话，你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到我们家来干嘛？借钱？没有。过年，小年夜你想干嘛？小年夜，小年夜有什么新的作品？拜年，还是宣传？新戏，新戏。我有戏，我有戏，真的。有戏啊！我啊。天堂的微笑，对。哎，真好看。天堂的微笑。李奶茶，你有看吗？我去看，我在家里也有看，好好精彩哦。哎。谁啊？哎哎，小茉莉啊，雨熙，啊，他竟然叫雨熙哦，生日快乐，雨熙嘛，雨熙嘛，名字是陈雨熙，啊，陈雨熙，哎呀天哪，拜托，哎，拜托你个赵伟啦，哇，一年一年，你好，欢迎。我们一起工作都比你们在一起工作真的，他们都知道我是正经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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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呢，夹夹着人家，来，那一呢，一呢。哎，雨熙，你身上多冷啊！啊，你有七件衣服，刚刚好，有好，好，真的，我跟你讲，疯掉，一呢，一呢，只有一呢，才轻微。雨熙，你有吃咖喱吗？怎么样？没有，没有，没有。好好吃那边。最近有什么作品？最近有跟阿达一起主持。啊！有什么好看的？没有怎么有怎么样吗？还好吧，哎，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哎，雨熙你这个，哎，喇叭开了，给喇叭了吗？我是先加工了吗？加工了。这样这个，来唔知道，你加工了好多好多的早餐仔出面吗？哎呀，快呀，好彩你啦，好彩你啦，来。过年哦，只要吃到宪哥煮的饭哦，今天一起努力就拉皮了，真的吗？哎，你知道我昨天整理我的床头柜啊，你去年给我的红包我还放着，我也还没花，都没有用，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有客人在讲说红包，恭喜他，今年没有，不，因为小年夜没有再给红包了，嗯，哎，我们就今小年夜是除夕才有，哦，对，这个汤太屌了，咖喱怎么样？很好吃，可以对不对？可以，好了。
咖喱丸，好不好？很香。我们咖喱连印度人都会对我摇头。是啊，硬了硬了硬了，好的摇头。哎，这个还没吃。Good. Oh, thank you, thank you. No chicken, no pork. Very good. Your beef is very, very good. Very good. 你快点回来好不好？对。Okay. You come back to the. Come back here. Have your son. It's a problem, no problem. 太久没有上工了，我就跟他讲，要赶快回来工作。好啊，他有一堆笑话都没讲。他的，而且我们试会，如果聊一聊，他就突然。盯在那，有时候突然开启，其实这样，其实这样不好，因为有些笑话他闷在心里面没有讲，会打滚。傲笑话，最傻的笑话，傲笑话。我们的朋友，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第一位好，第一位，第一位，请转菜。谁的朋友？谁的朋友？好久不见。OK OK。对，太好了，太好了，欢迎丽霞。丽霞，丽霞，第二位，我们的快乐。丽霞，丽霞。你是谁的？阿弟，你的钱拿黑了。他不就是为了你？哎呦，你的朋友了，你的朋友，好朋友了。没。Hello， 你的部分不在这一边，在路的另外一面。对，路的另外一面，你知道是哪里？哪里？红花波。不大过年，不大过年，小年夜。小年夜有没了？来，下一位，哎，请转身，来，安全不到吗？你说嘛，有带吗？没有，要吧？没有了，安全不到。卤肉饭要吃了，我是那个露露的朋友，哎，也是我的朋友，哎，你好，我把随运过给你，随运过给你，两个。我们两个朋友哎，你也没有抠人，他们两个都我抠的嘛。哎呦，屁股最翘的，来来来，哎呦，这位美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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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雨轩，雨轩，漂亮，哎，雨轩是，立冬的朋友，啊，立冬是哪个？还带便当来，父母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啊，立冬，立冬的朋友，立冬的朋友也来，还带人家看夜景，神经病。哎，不能再聊了，后面一个太冷，他太冷了。你去穿外套。外套。哦，有你。有你，你的朋友，健康的朋友呢？哎，不，健康的朋友，不，哎，你早上还在讲他，太少了。你随着太平轮沉默，好吧？有你。干什么东西？哎，太好太好，夸张！哎，明天哎，那个早上飞机不飞了哈。我们要飞那个上海去。来，我们要玩这个象棋麻将，有没有听过？有。南部好流行哦，叫吉利麻将。哦。闽南讲叫象棋麻将，对不对？哎，我们欢迎关主出场。现在是我一整天最开心的时候，过来了，打算我看到 new arrival 了，也得哎，谁等一下要搭便车了？刚起回内湖，用你就穿个衣服好了，有真的太穿多一点啦，穿我的啦，来，天哪，穿我的，哎，可以这样吗？来，用你，来，用你，真的穿太少了，穿厚一点，还是有温暖的，穿大衣的还是冷，对啊。不要，脱了啦，再穿啦，宪哥，不要以为，背一点，不要以为我们是社会了，不会，只有他啦，有，你给他穿啦，来，两位坐，红旗还有 Becky， 哦，你们跟他介绍一下，每个人70牌呢都会有4张牌，就像麻将一样，他们3张牌，对，看2张牌，他们颜色是必须要一样的，那3张牌可能比较麻烦一点，他必须是帅士像、将士像，或是。车马炮这样会顺序，对的。他说全黑也可以嘛，全黑也是可以的，对对对。啊，其实还是听不懂哎。好，你们来，你先去对的。那
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先玩好不好？先玩，那个就知道了。纳豆跟尤尼来，那过来这边，倩都教你玩。不是啦，我改你捏啦，哎呦，拜托。真的，哎，傻眼傻眼。你们先开门开门。如果再摸一下的话，对，为什么要开门？哎呀，这么冷还开门？帅一下，帅一下，帅起来！帅起来！我们可以吃吧？对，可以吃。对对对，太快了吧！就这样，就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哦。丢一张。对，这所以这个不要。快丢。漂亮。对对对对。你有没有看过？要摸嘛，好摸。再来。这个要留久，哎哎哎，你要画脸的啦，基本上是要画脸的啦，不可能听这个啦。哦，来给我们自摸，忘记了忘记了，今天这么衰，哎呦，老铁给我们吃，哎，丢丢丢，那这个这个来啊，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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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各位要知道他现在的身份。他什么身份？怎样？怎样？怎么身份？怎么身份？这么冷还到山上陪我们打麻将的身份？恭喜芝麻！兵来了！哎，你来出手。OK 啊 ，OK 啊。那转过来画完再转过去。所以你要画完之后转过去要爆点哦。哎呦 ，OK OK。我们这边先来抽一个，抽一个，抽一个。好，请抽。哎呦。真的。哎。新年红包600。Congratulations！ 恭喜大家！啊，向后转。石头布，哎呦，小心，来加油，剪刀石头布，哎，好，来，我先，好，赢的是有比较多一个机会，哎呀，这个好哦，这个还是劈起来了 ，OK 了，哦哟，贴心贴心啊，好贴心啊，不是，哦哦，后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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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排，嘿，好，有看到吗？哦，我脆脆听白啊。没有，然后再摸一打一张哦，他打一张，没有了，没有了，哎，再打一张还是要摸一张？先打一张，白底，对，我先拿，我要，哦，嗯，哦，赢下，这个时候你要好，不，咱们要凑凑嘛，其实我看不懂，对，真的喊叫，因为。进可攻，退可守。你让华妹等一下，等一下，我分析给你听。他打了马，他手上不能有马炮，要吃你的车嘛。对好。哎啦，没了。他是这样过的。哎呀，我知道。对啦，他是有脉络的，对吧？哎，这个在我们台南老家那个榕树下，我靠这个赢了2栋房。哎，有好多老人因为宪哥的，你穿衣服啦，剪装剪剪你，我觉得可以丢一个，我猜对，对我觉得可以，是吗？哎，不要乱丢，小猪可以，跟打，保守，过年玩那么认真干嘛？对对对，认真，剪，好没事，我把枪扔了，我忘记了。
快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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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这个是我弄的，有黑色的吧？这样可以，这样拼牌了，这样拼牌了。不是，不，没错，但是问题是你要这个过得去啊！啊，算了算了算了，没关系啊，你的皮草啊，你的皮草弄到了，自己决定拿那也只能那个啊。你帮我一下，那关你帮我什么事啊？又没有血缘，你跟他血缘，好几好几了，确定没了，过年的啦，开心啦，炮兵炮兵啦，宪哥，进来啊，就去了就去了，你答是不是？没有，真的，好像就是我要的，你好，有没有看到我抽那张牌？放炮就是。这个好厉害哦！赢了！偷偷了，厉害厉害！拖下去，这边，这边，桑桑，点点了，桑桑，点点点点，桑桑，好厉害，桑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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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脸，沙拉拖，沙拉拖也，画脸，画脸，来，水，哇！欢乐化脸秀，对，哎，请化妆，交给你处理，走走走走，好厉好厉好厉，拜托让她漂亮一点，对，哎，人家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对啊，哎，今天还穿旗袍，多认真，拿着什么绿色，没看到我的。哎，宪哥，哎，你说两个人一起画，这个很好。哎呦，这个过年，各位为大家介绍绿猫展昭，哎，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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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很可爱。我们要在家玩，怎么可以怎么玩？哦，其实有很多其他游戏，是不是？对，现在手机也可以玩哦。哎呦，象棋、麻将，开始就可以玩了。哦，你开始了。比比比打一圈麻将快，真的，五张牌特别适合老板没看你的时候，对，赶快打，过年也很适合玩，速度有带头，而且过年还有很多的活动，欢迎大家一起玩。预备，开始，好，有人说，爱情的爱情走到最后会疼痛，不是结婚，离婚，差两个，差一个字，就中一个字了。婚姻，对，快点。OK， 这个就是酒吧里面都会有，就是一些玩游戏的东西。这边标，这边三个字，差一个字，两个，两个字。打标机，不是，行，动作，不是，喝，不是动作，完了，你要形容，你要形容，你要形容，是用手掏出去这样子，是设备标啊，是吧？加另外的，不是打标，设标，这蛮难的，不行，你别了，哎，没了啦，没了，哎，这可以了。对啊，好，第二组来，我跟你讲，过了两题，我们就爽数了，爽数了，好不好？哎，啊，来，我讲完了，来，你讲，猜，我讲完，几号选几号？几号？我选三号。好，好，预备，计时开始，好，第三号，一个字，我们所有的钱都会放在家里，三个字，答对，哇，啊，女孩子每个月都会有两个字，两个字。比较文雅的说法，不是吗？比较文雅的说法，文雅的，蛮文雅的。第一个是太阳的，另外一个，对，第二个是一二三四，一种放松。哦，好，那个有一个人，他说眼神看起来很，哎，对，可以，我们人的背后有一条很长，拿去。我真的会猜对，我就觉得长得有点像布丁哎。哎哎哎呦哎！哎，好，后面举重机，后面举重机。好，那个，中间奖。
不能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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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比。好，鼻子，腰椎，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了，用泥巴包起来的很好吃。时间到，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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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厉害，不可能超越你们。我真的没把握一题耶，我不能比，我都习惯用。没想到第一组锅底就出现了。对啊，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看起来很累吧。哇，可是你怎么太有入别的瘾？发发发！好来，几个字？几个字？八，开始。两个字，女生擦的一个，像冬天很冷怕破皮的东西，擦在嘴巴上。对，好。现在很晚了，我们两个字叫什么？很晚了，过十二点叫什么？对对。哦，有一题，有一题。好，两个字，爸爸妈妈煮饭都会加一个东西叫什么？什么？哎，不是，甜甜啊，不是，黑黑的，一个一体一体黑黑的，两个字，对，煮饭加的。沙拉油。黑的。很笨哎，那这有什么好难的？好难的，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哎，等一下，刚是香料不是酱油，答错。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抓到了吧？是油，是油。接到，接到。前几题没有，他第一题答案是什么？第一护唇膏那个他顶的，所以我们把它扣掉。啊！而且是唇膏，护唇膏。对。啊！只有一题了，只有一题而已。好来，好烂，烂透了，烂透了。哎，那就我们了。你猜还是我讲？我讲。没有，你跟洛丽塔，你是洛丽塔。啊，洛丽塔。你们看看什么叫零级的？你讲，你猜啦！我讲，你猜啦！好，哈哈哈哈哈！一张输一，怎么会这样？完了完了完了！好了，几号？几号？一号，一号，来哦！计时开始。太简单了。小的话，你要赶快帮他做什么？洗脸。两个字，两个字。就是洗脸。洗脸有啊，这个洗脸对。这个派啊，然后不派派。没了，接了。去那个航空公司，然后你挂行李，然后结果要付钱，要多付钱，因为你的行李超重。对对。哎呦，简单。老师老师，这个菜。好，你拢讲我。你要夹，你要夹好。那个。夹饭夹这个。夹饭。你看，直接冻死了。他现在只有一件，他都会很哦，限量品。不是，他现在只有一件，没有，他现在只有一件，他会不要吵架，吵屁，打咩？这个是样品，打咩？样，这样板。不对，打样什么品？那个书什么？啊，书。舒芙蕾。书两个字。书本。书本。天哪！哦，可以可以哦。天道。三体啦，也进不了。还有，我比较会讲。很多冰狗，哪一个？很多冰狗。这个啊。好。好。来。是什么？哎。什么？私密保养品。裤又穿安全裤，又穿丝袜，穿那么多件，然后穿内裤，他们也穿很冷。哦，你们这样是会烧裆吗？夏天要穿内裤，不是会烧瓜吗？要，对，秋天也烧会穿。然后给你们看。这个呢，哎呦，它有味道吗？它的喷，就是它用喷的，它用喷的，对，它是喷雾。哎，你怎么看起来精神变好好？我是专业的医
身推荐，然后好香哦。我会特别推荐是因为我们不是跳啦啦队都会很美，给大家看。然后它，哎，好性感，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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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你们，快点你们。我眼睛，我眼睛真的很犀利啊！23好了，Jordan，Jordan。你就你。哎，因为太湿了，太滑了。哎呦，哎呀，太滑了。我现在变太柔了。我这是大奖，大奖了，对。怎么可以啦？不行！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真的吗？我捐出来，真的吗？真的，因为我太久没回来，我能回来跟大家一起同乐，我现在应该就是600块之类的。没有，真的。我们去年那个88,000没有人拿走。88,000，对啊，要不就是你吧？对啊，有。所以我决定，我们大家把它平分了。我再加码加1000。哦，那就1200咯，不是88块。你留着留着可以吗？可以吗？啊，留着留着，没有，跑个吉利而已啊。88 88，好不好 ？Thank you。好，然后这个口没有封起来是对的吗？对，不对，对不对？对，对不对？对，不是，口这个红包不能封哦，为什么？还有下一次。封起来代表它源源不绝嘛，还有下一次。哎，不能封。哎，不好意思，怎么样？亲兄弟明算账。对啊，好不好？找12块，好吗？88就是好。我找你，这样喷一下等于20块了，快点吧，来上100了，好，来两队1分的过来，一分。一分让听见吓我一跳，我还有一分新鲜，然后听见配了。来，我想问你，走，谢殷勤，两个，怎么不得啊？我想为你吹，两个字，小提琴也可以，为你演奏。惩罚，来1000万，1000万。他绝对不可能乱画。好，1、2、3，先给我派，先给我派，先给我派。你看有没有公平？有没有公平？你看，是不是很公平？这个，啊，我们那个今天美妆技能 get， 对，
各位，我们在去年在宜兰，宜兰那个温度只有大概六度左右，而且下着雨，下着雨。结果玩八岛啊，最输那一个人，钟哥要下去，直接那个冰水里面，啪！那下去我们就看到冒烟了，是皮肤因为太冷，滋，那种冒烟。对，所以今年我们的疯狂甩子 PK 继续进行，而且输的跳游泳池。新年快乐！放开我！都别想走啊！赌这么大，好，就类似是这样，这样可以玩了。啊，没有搭的话就扣一点。对，没有搭扣，好吧。没有搭扣。好，那一个一个来。我们由第一位来开牌，就是前年的衰人，他定出来一个标准，因为他今年大概也是平顺啦，平顺，所以大概就是五六，顶多七点 ，safe safe 这样，五六四就是这样，五六七啦，他就五六七啦，六不好，那你来啊，你先，你先，先开第一炮，我给他定一个标准好不好？开第一炮，好，放手，来来来，扣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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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没错，这样才扣一扣。拿出去，所以你只要在那夹鬼夹怪，啊挑出去那个东西，他是都不行啊！哎，漂亮，漂亮，漂亮，有啦有啦，你看，七点有没有看到？六点，对啊，没错啊，因为他今年就走了平顺之路。那我们再来看今年走衰星的大衰，大衰也尽量不要站在他旁边。对，让他先来。你不是依旧甩任务吗？好了，黄鼠女来 ，Happy Mouse，Happy Mouse， 至少拿我了，拿我了 ，Happy Mouse， 不要六七我，六七的靠九问啦，来了，来了，四点，来了，没了，没了，七八，失败了。基本上他已经过了，因为现在没有，因为现在鲁鲁是那个锅底，对对对对，鲁鲁不会啊，六点，好，来，用你，好，加油。旭日东升，阳光普照之南，哎，来，请有你有你，好，加油，好，来喽来喽，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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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点，嘿嘿。目前露露还是锅底，你这个能力真厉害，强力强力，你现在是在自由，六点，好，你想跟冰冰可以喊的。扣一点，1、2，你可以喊我，小冰。在喊我的小名，没有，9点，哇，8点，目前露露还是完蛋了，七八，我靠，怎么这么强？来，站起来，各位，就这样子，男生好了，点点 ，OK 啊 ，OK， 点点上，要很自然，要慢，对，冲龙，慢动作，冲龙，安全哥嘛，对不对？破冲天气哈，冲龙。从容不破，有没有看到？不破是吧？手有没有发抖？完全没有，看到没有？脚怎么在抖？不要摸。我跟你讲，最好三次不搭先扣三分。对，因为六分真的是太 easy 了。对呀，来，我来，九点，对，安全哥，安全哥，下面一位。
怎么感觉露露心情越来越坏？好，来来来来来来，雨熙来一下，雨熙蛮大的吧？雨熙来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其实这个挺大的吧？可以啊，对呀，对呀。不要慌，不要慌。我有不好的预感。来来来来，我有不好的预感。那我觉得他大概放啊，雨熙可以放。女生里面就先高一点。哇哇哇，五点。今年有好看的看了，来，这就是收视率。今年来，五点头，所以五点现在是最低喽。自由啦，自由还没。自由，自由，自由。啊，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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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今年我也生不爱爱自由。他是新手，所以有新手运。哦，一个。啊，对对，雨熙机会来，雨熙机会，小心啊！你小心再叫出来，雨熙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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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继续啊，继续，又没有，又没有，扣货，九点过，八点过了，八点过了，过了，过了，过了。杨工，他好紧张，你好累哦。杨工太紧张了，扣一点，扣一点，扣一点，扣了，我输一遍。哎，他今天都好高，脱险，哎，今天很高哎，哎，是最高是洛丽塔12点哎，怎么可能？来来，就你啊，来，欧弟哥，哎，欧弟哥来了啦，你久没有回来，快就到了啦，就知道了，都来量一次啊，这样子，爽一下啦，哎，你很旺，吹一下。Thank you。大刘，七点，我们现在就是宪哥跟立冬，宪哥跟立冬，还没有，立冬，来啦，帮大哥扛，帮大哥扛一下，加油，扛一个嘛，扛了啦，扛了啦。甘苦人来了，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在插豆了，都在等我吃。他们说这一块很大，而且我告诉你，下去之后泳池下去，对不对？你以为就到底了吗？下面有健康步道。然后还要吃牛肉饭。OK。这你是谁呢？是东北啊，新的一点。曹玉静，来扣一点。来了。提供贝尔也想五点，五点，好，五点，好，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好，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OK， 好，你先，你先摸一下，你先摸我吗？我失败了，你糟糕了，摸错了，我12点，哎，他用斗气，多一点，要左手让你们了，我们现在有一个不讲的，哦，没有了，没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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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快点。负一，他要负一，一就二，一就二，要负三就软掉了。这个会一直好负啊！这个太好了，收视力来了，我也好紧张，复赛，哎，他会再来个失败。1、2、3，复赛。哎呀，来呀！我9点，六点，这样的，可以，你刚刚立冬吧？好，该你，宪哥队赢嘞，对啊，好紧张啊！六点，六点很紧张，又多三十个亿。那么冷，为了想说这一件不露一下，好用心哦，好用心，好六点，一枪毙命，毙命，应该是了，五点毙命，毙命，应该是了，
五点秘密，秘密应该是了。五点秘密，秘密应该是了。五点。可以穿起来啊！哎，我想立冬踢冬背啊，想要看你跳。甩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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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甜。啊！十、九、八、七、八、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真的心爱的人心有所属，对不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家耶！也祝你立冬哦！哇，好棒啊！我们有时刻来，好温馨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希望大家都可以非常顺畅。然后现在呢，庚次刚好轮到鼠年了哦，鼠年就是一切。从头，对对对对，那前面的我们可以好好检讨它，好，接着用前面的经验创造将来的每一天的成功。我们等一下交换礼物嘛，对不对？可交换礼物之前，今年比较特别，大热门居然准备礼物要给我们四个，对，哎呦，这么好，哎，各位礼多必有诈。哎呀，你不要，多人不怪，没有啦，哎哎，因为每次蛋糕推出来都会有事情，推出来，哇，厉害，厉害，你现在你看我在这里，哎，我最像，我最像，而且手又是比爱与和，哎，对，老板，谢谢制作单位非常有心。那其实我们今年也共同期许了这个大热门的几乎是台湾电视节目里面制作最认真，没错，对呀，是天下第一品，真的，你们的主题太厉害了，太好笑了啦，什么都做，太厉害了，我心里面是有认同，但我是吗？不好讲，对，因为你有另外一个节目，对对，那没关系啊，我就讲嘛，是哦，没有大问题，天下第一品，天下第一品。尽量讲，然后期许他在2020年，我们真的一定要拿一个金钟奖。哎，真的，一直走，一直走。哎呀，就辛苦了。走就过，走就走，就走过了。好吧，走过了。我们给彼此更多的一个祝福。好，同时我们这边呢，今天也准备了一些礼物。有，你们有买礼物来交换吗？哎，先哥说好了，今年不要送我们商品吗？好，那我们就来交换礼物。好，超用心准备哦，超用心。那呢，特别有讲到，其实，在做生意方面呢，做风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宪哥呢，现在呢，财运亨通，然后呢，通八方，是，对，知足常乐，他很知足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很可靠的神物，真的，来帮他 hold 住他的钱财，这个厉害了。哎呦，他会，哎呦，跟我想的一样。
哇，居然不是怪怪的东西。我刚刚也是在想这个，他咬钱的那个，这是一个咬钱的纠集。纠集，心里面很感动。欧弟是我永远兄弟，好吧？来，就送给你。我啦，我啦，基督徒，我也是需要摇钱。哇，哎，真的太好了啦！摇钱，摇钱，摇。对啊，对啊，谢谢，谢谢。哎，真的有心啊！怎么会送那么认真？这样我们俩怎么送？你这个，你这个礼物，第一个礼物很震惊，不会不会，很震惊，应该应该。欧弟哥，这个单元不是这样玩的啦。第二个。你送那么认真，你送个屁啊！我就是在家里看，我就觉得你们烂透了，真的烂透，要用心。你大概不会送我什么 iPhone 11吧？第二个礼物，改变，然后送给汉典。哦，所以哦，哎，哇，小而巧，这个对汉典，因为汉典常年单身，哦，他很需要。对，这是装杯子的东西，是不是？对，是一个杯子嘛。对。那我这个大概有一种预知的，它是一种杯子。对，是一种杯子。什么？哇，那我需要，它是一个飞机杯。心坎里，它真的是个飞机杯，而且使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给来的咩啊？喉咙，顾喉咙的啊，这个体验，好期待哦！哇，好期待。就是哦，台铁便当嘛。对。150。露露哦，现在也是变成那个歌手了。对。还常出通告，然后去那个什么，比如说菲律宾什么的啊，女孩子歌手都要穿很短这样。这样对身体不好哦，尤其对子宫不能忍到。对，送给他一个是瘦腿。哇，这个很棒哎，很实用哎。哦，终于下班完了。我的健哥，其实他都很没有，你都自己打理生活。对呀。然后所以就想说，帮你准备一个，你不用操烦今天要怎么办，出门该怎么办？因为健哥曾经说过，他只穿夜市的内裤。红不浪，他只穿夜市的内裤。哎，我跟你讲，他只穿夜市的内裤，这种很好穿。哎，这种，小你就穿这种，穿这种的。哎呦，小洛，还有鲨鱼侠。Baby shark， 喜欢哈？很喜欢。好，然后接下来这个，因为欧弟哥最近变得一个很可爱的爸爸，所以呢，一拿出来就知道了吗？还是还要再拆？这是丹麦的玩具，然后呢，它是火柴盒，然后里面它是有老鼠姐姐跟老鼠妹妹，好感动，在睡觉，这是老鼠妹妹在睡觉。哟，火柴盒，哎，你这个比那个瘦腿袜好很多哎。好用心啊！都是我送的，对不对？你看老鼠姐姐跟老鼠，然后他们可以盖被子，然后一个就是99，一个就是94的妹妹，这样。哦 ，so cute。刚好这个4岁小朋友刚刚好。对，他们会很喜欢。有爱呢，来，哇，教你怎么穿衣服。一些杂志，一些男生的一些穿搭的。等一下，这个是发廊里面。奇怪，我没有，就是希望你可以变成明星陈汉典。这是隐藏版的礼物，对不对？对，不是男瘦腿啊。不是因为他穿的太素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出门都会拍一些说，看你要不要买这个。有自信是最重要的。他们都说我穿得很丑，但是我就很有自信了。那你就，重点是你不应该有自信的。你穿那样还有自信？可以啦 ，OK 啦 ，OK。哎，这个很棒，这是送给欧弟哥的。有。而且真的是欧弟哥的兴趣，我们有结合。哎呦，什么啦？哎呦。什么？欧弟哥，我跟你讲，我来介绍一下好不好？什么啦？什么意思？因为我本身长得像曹尼，曹尼，然后我又是安全带，不能带，我又是因为这是给太牢带，我又是安全带，太带，哎，没错，哎，网络上就是这一张的。对，然后啾，对不对？他们也喜欢骑脚踏车，对不对？哎，对 ，OK，Nono， 烂的礼物啊，你
你。好了，OK 了。阳光男孩，阳光男孩。女的，喜欢的娘弟。对，这个也可以给舅舅他们玩了。哦，对对对，哎，想到哎，汉年叔叔长得像草泥马，很可爱，还有安全哥，我想超越了瘦腿袜。这一点还真不知道放到哪里，不知道放到哪里。OK， 再来是露露的，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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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哦，我想，其实跟露露认识很久了，对，其实跟他就很像家人，所以我，好，谢谢，谢谢。所以我送这个礼物是以一个长兄的一个角度，要来关心这个妹妹，因为我也希望她能够找到属于她自己的幸福。长兄，电动美胸按摩器，真的会长兄吗？长兄，长兄，真假的？还不如给蜜蜂叮快一点。不要害羞，把它拿起来用。找到幸福就靠这个。有点怕知道，等一下，来来，差嘞差嘞，还是松，差了差了差了，哎，温度不能太高啊，哦，好震哦，拼了，好震哦 ，OK 哈，哎，这个是好礼物，谢谢谢谢。再来宪哥了，这是随身携带，哎呦，对，露营有时候也可以用一下，有，对。啊，我做节目吐几滴哦，哎，吐几滴都可以，携带方便。对啊，我好像在小北百货有看到这一只哦。不要这样，反正就是这样。哎，刚刚这个，前方有敌机，不要这个，前方有发射鱼雷，发射鱼雷。队长，队长，喂，队长，发射鱼雷，快，反正这边要转紧就对了。哦，转紧，转紧。好，还有宪哥，还有，好多好多，还有这个礼物，事实上我只要感谢宪哥，这是感恩的，好感恩哦，感恩哦，好，三，哎，何爹爹，2020年奶茶无限量供应，因为之前宪哥直播的时候有帮我的这个饮料店，哎，有推荐过我的饮料店，何爹爹，何爹爹。对，那2020年利用现送礼物这种时候打广告，奶茶无限量供应，太下流，来。哇，好，真的假的啦？真的假的啦？一人一组，好不好？真的假的？对，是我想的那个吗？是我一直想要的那个吗？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不要那么贪心啦！哎呀，哎，现在这个买不到，对不对？什么买不到？还有雨伞哦。哎，行李箱。哇，好漂亮哦，很有质感呢。还有，啊，哎，还有，哦，是什么？是什么？哎，露露来，哈哈哈哈哈哈！什么啦？对，爱说，真的，所以我们有手动也有电动，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哦，可以。你们关心我的胸部大小，谢谢谢谢。奥迪的排档，谢谢谢谢。哇，好棒哦，好棒。哇，红彤彤，好漂亮哦。很棒啊！好，哎，所以这一组是露露的，对，哦，里面还有一个小金鱼，我以为三组都一样，哎，抓抓抓，这样这样这样，对，抓抓抓，给你抓抓，给你，好不好？好，这个带回去给，好漂亮哦，对，布丁用，哦，那我用黑的，好用哎，黑的，帅帅帅，夫妻啊，很棒，谢谢哥，谢谢哥，对，露露超赞的，哦。今年开完了，开完了。然后希望我们这个所有观众朋友、好朋友，他们平常支持我们的节目，那坐坐坐坐，我们坐坐坐。然后这个可以都非常的合家，平安健康快乐。没错，春宵一刻值千金。好，我们也不影响到别人。好，我们宪哥就先回去。而且，因为这样子，我会用我的胸部变带来报答大家，好不好？欧弟哥又回来了，对不对 ？OK，OK，OK。你们再冷漠一点没关系。报告舰长，前面发现敌军。那我们就睡觉了。好，睡觉觉，睡觉觉。大家晚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睡觉了，睡觉了啊。
本节目由十全味增冠名赞助播出。